视频前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现在简单介绍几款最近流行的蓝牙无线音响。现在看看它的功能。这一款，它的开关直接按着，它就直接就发生开关的作用。好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我们是放 TF 卡，它这个是放 U 盘的，随身碟的。这个出外旅行都非常的小巧，音质环绕感也不错。我们介绍第二款。这款跟刚刚第一款的也是一样，小小玲珑，它的开关作用跟刚刚就有点不一样。这一组的开关，它直接在背后按钮，哎，它都是发声。这也是一样，这个是充电的，那这是我们放。TF 卡记忆卡，它这个是放 U 盘的，它的音效都非常的立体感。好，现在介绍第三个，这一组的是多媒体播放器，简单操作一下，它的开关在这里，直接按着它就开了，它就好。这是它的充电线，然后旁边侧边也是放 TF 卡跟随身碟的，然后这里的操作。就是如果你要听电台的时候，就按一下 M， 我们开始在选台。好，再切就切掉了。今天做一些简单的介绍，有喜欢我的小视频，请按赞、加分享、再加订阅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